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无上甚深本愿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弥陀真实义，请放掌。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早上借着大家念佛共修，心愿继续向大家报告四八愿大意。前面我们已经看了四八愿的三十愿，早上从第三十一愿接下去看第三十一愿，国土清净愿，设我得佛，国土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度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我的国土清净无秽，其光明照彻十方无量诸佛世界，犹如明镜可以清楚看见面相，若不能如此，我就不起正觉。法藏菩萨为什么要让他成就的国土清净庄严可以看到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因为每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如果能够睹见诸佛世界，那就会可以看到诸佛世界的清净庄严，也可以听到诸佛如来说法，也可以看到诸佛世界的众生造恶或行善。那这样要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就非常的便利。所以从西方极乐世界可以看到无量无边的净土世界，换句话说，从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看到我们娑婆世界。所以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看到大家在佛殿听经闻法，看得一清二楚。你在家里有没有做早课，佛菩萨都看得非常清楚，你的人间点点滴滴的画面都会呢在西方极乐世界照见一清二楚。那这样要不要好好用功修行？当然要。请看底下第三十二愿，国土严誓愿。因愿闻设我等佛，自地上至于虚空，宫殿罗冠石榴花树，国中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严饰奇妙，超诸人天，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解。法藏菩萨誓言，他成佛之后，国土中从地上到虚空，宫殿罗冠水流花树等一切万物都有无量珍宝以百千妙香所共同合合而成，其言事之奇巧微妙，超胜天上人间，奇妙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显，若不能如此者，我就不起正见。
法藏菩萨啊。为什么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看到无量诸佛国土，有的诸佛国土啊，环境啊不庄严，所以啊，誓愿成就的净土世界啊，环境非常的庄严，从地上到西空，不论宫殿、罗冠、水流、花树，一切环境啊，非常的庄严。如果有了庄严，既有无量的珍宝，而且啊是百千种妙香所合合而成，啊，让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在清净庄严殊胜的环境啊，闻到了百千妙香，自然修行，修成佛之行，叫做修佛行。实在是非常的殊胜，所以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便罢，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之下自然修行，你在娑婆世界，在你家的环境，你可能放逸，不会精进修行，回到道场里来了，因为庄严的三宝宫殿会让你升起修行之心，可是在其他道场之外的环境，你可能就没有修行之心了。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会，罗阁啊、花树、水流，处处都是无量珍宝、无量妙香，闻到香味，自然升起修行之心。太殊胜了，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很快成就佛道，就是因为修行的环境太殊胜了，不会退道心，只会念念精进。你再看第33愿，触光罗软愿，因愿闻摄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明了，触其身者，身心罗软，超过天人；若过而者，不取正解。触光罗软愿，是让一个人蒙受阿弥陀佛的光明色受，身心罗软之愿。法藏菩萨誓言：如果我将来成佛，十方世界无数众生啊，蒙我光明的照处其身，自然的信心欢喜啊，身心柔软，超过人天。若不能如此，我就不取正解。因为法藏菩萨啊，看到了十方诸佛国土，虽然教主非常的殊胜庄严，功德量，可是人天大众不能得受利益，身心柔软，不能超越天人，所以华藏菩萨誓言，对他的光明色受，就能身心柔软，欢喜自在。为什么我们为一个死了之后身体僵硬的亡者念佛？他能够身心柔软，原因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色受，就是第33愿触光柔软愿，让阿弥陀佛的光明照处啊，身心柔软，心柔软，身就柔软，心不柔软，身就不柔软，这是一定的道理。底下看第34愿。无免得忍愿，因愿闻摄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身种持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如果将来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世界的众生啊，闻信称念我的名号，不能证悟菩萨无生法忍
及诸陀罗尼功德者，我就不起正解。这是宝藏菩萨看到十方的诸佛国土，有的国土菩萨啊，虽然能够得意佛号，但是啊，不能很快的证悟菩萨无生法忍的阶位，所以啊，宝藏菩萨誓言，以他的果地名号，让十方菩萨得闻佛名，信受称念，很快的证悟菩萨的无生法忍阶位，实在是太殊胜了。这一页也充分显示宝藏菩萨希望以名号广度十方众生，赶紧成就大菩萨，对不对啊？所以阿弥陀很希望我们赶紧解脱生死，赶紧念佛往生，赶紧成就大菩萨，广度众生。阿弥陀用心良苦。底下请看第35页，女人往生页，因愿闻受我等我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现乐，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受终之后复为女相者，不取正解。这一页是宝藏菩萨要成就十方的女人，诸位女众菩萨，这一愿啊，你一定要好好的用心体会。如果你时间很少，早课晚课只能把48愿读了2愿而已，那你就读第18愿以第35愿。因为你身为女众菩萨，一定要了解阿弥陀佛度化你的用心。第35页就是阿弥陀佛悲悯十方女人，因为阿弥陀佛看到十方的世界，有的世界女人啊非常的痛苦，所以啊悲悯女人的业障深重，受苦受难，因此而发愿，如果我成佛，十方世界有女人听闻到我的名号，信心欢喜，发菩提心，我厌恶女人身，一受终之后复为女人身者，我就不取正解。从这一页我们也可以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所有女人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都成就丈夫相、男子相、32相。所以女人在今生此世遇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表示阿弥陀佛啊，为了救度你，安排了你生命中的贵人引导你念佛修行，你要特别感念阿弥陀佛为了救度你的苦心。所以我经常说，如果男众一天拜佛100拜，女众就必须一天拜佛200拜；男众一天念佛1000声，女众就必须一天念佛2000声。因为48愿，阿弥陀佛特别发了愿，要救度你女人，你应该要更感恩阿弥陀佛救度你的苦心，对不对啊？48愿没有特别发一愿要救度男人，没有。所以啊，女众菩萨应该特别精进念佛。底下请看第36页，常修幻恨愿，因愿闻受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常修幻恨，自成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解。宝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十方诸佛世界的菩萨听闻到我的名号啊，如果
没有往生我的西方极乐世界，纵然寿终之后，也会经常啊修行六度万行，一直到成佛。如果更能得到这样的果报，我就不取正解。这一愿呢，就是法藏菩萨要成就十方等众生，从因地到果地啊，生生世世啊，常修幻恨。幻恨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广泛的意义是六度万恨；第二种意思是狭义的意思，是修行不允易。在这里所指的是广泛的意思，生生世世啊修六度万恨，以菩萨的清净心修行，所修与真如清净心相应，所以叫做梵恨。请看底下第37页，人天自净业应验文：设我等我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所作礼，欢喜信乐，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自见，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法藏菩萨誓言，将来我成佛啊，十方诸佛世界的诸天人民听闻到了我的名号啊，五体投地啊，起所作礼啊，欢喜信乐啊，修菩萨行。如果诸天的天人与人民没有升起恭敬仰慕之心，我就不取正觉。这一页是法藏菩萨看到十方的诸佛国土，有了国土世界的众生啊，虽然能够闻佛名、修佛行，可是啊，不被诸天世人恭敬，所以法藏菩萨誓言，以他的名号令所有十方世界的众生得闻念佛修行，生生世世欢喜修菩萨行，令诸天世人恭敬。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纵然呢菩提心修菩萨道，也不一定会受到诸天世人的恭敬。底下请看第38页，依福水念愿，应愿文：设我等我国中人天，亦得依福水念极致，如佛所赞，应法妙福，自然再生。若有裁缝导览还着者，不取正觉。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我国土中的人天菩萨众生所需要的衣服袈裟随念极限，如佛所赞，当善来比丘，法服自然再生。若需要裁缝导览洗濯者，我就不取正觉。法藏菩萨为什么要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看到无量诸佛国土的众生，有的国土众生必须费了很多的心力，才能够呢满足呢食衣住行日用所需。第38愿举出施衣得衣，其实包括其他一切生活所需、食衣住行娱乐等等所以你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想要穿什么样的袈裟，只要动一个念头，
袈裟自然呢穿在身上，不必裁缝，换句话说不必定做，袈裟也不会脏了，所以不必呢洗涤。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洗衣机，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所穿的衣服不会脏，因为袈裟脏了啊，鬼神会脱气，所以宝藏菩萨要令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生活啊非常如意，食衣住行啊动念就能满足，所以不用工作，不用赚钱啊，你只要想穿什么衣服，衣服自然穿在身上，想吃什么样食物，食物自然变现在前。你一定也会怀疑，真的吗？真的，希望极乐世界生活这么好，就是这么好。佛不会骗我们，法藏菩萨不会发虚愿，所以往生希望极乐世界生活非常的狭义，你要不要去呀？底下请看第39页，受乐无染愿，因愿文：设我得佛国中人天，所受快乐不如落尽比丘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我国土中的人天菩萨众生啊，如果没有得到无穷的快乐，而且啊，如果不如落尽的比丘，心无所着者，我就不取正觉。法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因为啊，法藏菩萨看到十方的国土，有的国土众生啊，受乐之后啊，会升起贪着之心，所以会增长烦恼，轮回受苦。譬如我们人间就是，我们人间对享乐的事情啊，会一直升起贪着之心。譬如吃了一道自己很喜欢吃的菜肴，吃一口哇很喜欢吃，再吃一口哇很不错，再吃一口，吃了一碗又一碗，吃得太饱撑着很难受。贪吃是增长烦恼，当然会增长生死。底下请看第40页，见诸佛土愿，因愿文：设我得佛国中菩萨，随意意见十方无量眼见佛土，应时如愿，以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如果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我国土中的菩萨随心所欲啊，想要看见诸佛净土啊，应起心念，十方诸佛国土啊，自然应现在宝树之中，犹如明镜，可以清楚看见自己面貌。若不如此啊，我就不取正觉。宝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这是因为宝藏菩萨看到无量诸佛国土，有的国土的众生，他虽然啊有心想要看见十方诸佛国土，可是没有能力，所以啊，宝藏菩萨发这一愿，要令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从宝树之间看到啊十方无量无边的国土世界。底下请看第41页，诸根具足愿，因愿文：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自以得佛，诸根切落，不具足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将来我成就佛道，他方国土的诸菩萨应闻到我的名号而称念啊，
我的名号修行一直到成佛，如果有诸根切落身心不健全者，我就不取正见。法藏菩萨就是看到十方诸佛国土，有了国土众生啊，虽然称念佛号修诸功德，但是六根有所缺陷，因此啊不能受到众生的尊敬。我们人间世界就是如此，有的人因为业报，所以少了一只手，少了一条腿，或少了一个耳朵，五官不全，四处缺陷，所以就会令人家升起嗔恚心啊，不但会使得对方升起烦恼，有时候自己也会升起自卑心。长得五官不全的人，自卑心就会从心中升起。所以法藏菩萨为了让十方众生啊能够闻到他的名号，生生世世修行一直到成佛啊，六根具足，五官具足，四肢具足，身心健康，阿弥陀佛的用心实在非常的良苦。以下请看第四十二愿，注定供佛愿，因愿闻舍我等佛，八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待得清净解脱三昧，住持三昧，一发一请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失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将来我成佛，他方国土的诸菩萨众听闻到我的名号啊，都证悟啊清净解脱三昧，安住在清净解脱三昧一发心的念头，就能够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而不失禅定心。如果不能如此者，我就不取正解。法藏菩萨就是看到啊，十方诸佛国土有的菩萨有心供佛，但是啊，发心到他方供养诸佛，禅定心就失去了，不能动静一如。佛的禅定啊，就是不论动中静中啊，如如不动，不失禅定心。我们当然是连禅定心都没有，但是法藏菩萨要成就十方的菩萨，能够呢禅定心啊，动静不失，一念之前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禅定心啊，动静一如，不会丧失。阿弥陀佛实在太慈悲啊，也太伟大。底下请看第四十三愿，生尊贵家愿，因愿闻舍我等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啊，他方国土的诸菩萨众听闻了我的名号之后啊，纵然不愿意求生我的净土，而在他寿终之后啊，如果不投生到尊贵家，以尊贵力啊度化众生，我就不成佛。法藏菩萨就是看到了十方众生啊，有的诸佛的众生虽然没有解脱佛道，生生世世啊能够在因为善根修行，可是不能出生在尊贵家，说不定出生在贫穷家，所以啊穷困潦倒，生活艰巨，修行非常的困难。
投生在尊贵家，就是投生在富贵家、帝王家、宰相家、长者家。出生在尊贵家，能够啊以尊贵力方便修行。出生在帝王家，就可以帝王之力啊护持佛法，利益众生。底下请看第四十四愿：具足得本愿，应闻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欢喜踊跃，修菩萨行，具足得本，若不尔者，不起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国土的诸菩萨众啊，听闻我的名字，一心称念啊，也欢喜啊，修行啊，六度万行，记住一切功德。若不能如此者，我就不取正解。法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看到诸佛国土，有的菩萨虽然生生世世的发心修行，不一定能够圆满具足六度万行，不能圆满具足一切功德。法藏菩萨为了广度他方世界的菩萨众，所以希望以他的名号令菩萨众修行，升起欢喜心，广修六度万行，广学无量法门，而且具足一切菩萨修行的功德。确实法藏菩萨不但要广度凡夫，也要广度菩萨。底下看第四十五愿：住殿见佛殿，因愿闻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待得菩等三昧，住是三昧，自以成佛。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之后，他方国土的诸菩萨众，听闻到我的名字，称念我的名号，都证得普等三昧，在普等三昧中啊，一直到成佛啊，时常拜见无量无数诸佛如来。若不能如此，我就不取正解。法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看见了十方诸佛国土，有的国土中的菩萨虽然欢喜心修诸六度万行，但是在菩萨修行直到成佛的历程，不能时常拜见无量诸佛。菩萨修行还需要佛的指导，所以普贤十大愿行，其中有一愿行就是常随佛学。菩萨修行还要经常跟随如来修行，菩萨尚且都需要佛的指导加持，何况凡夫。从这一愿我们能体会，确实凡夫呢要靠自力修行非常不容易，因为自力修行没有靠佛菩萨的威神加持，想要了伴生死断除烦恼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仰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啊，仗佛愿力修行往生成就啊，千闻万道。所以法藏菩萨为了成就十方的菩萨能够修行到成佛，经常拜见无量诸佛，
发了第45愿。那么如果菩萨在修行过程经常拜见诸佛，受了诸佛的指导教化，想要成就啊，就非常的容易。以我们娑婆人间而言，现在我们在人间修行，因为没有世尊亲自的教导，所以修行的过程啊，充满艰辛、困难、挑战。尤其末法时代，听到的佛法似是而非，不晓得听到这样的佛法是正确或错误。邪知邪见的人啊，说邪知邪见的话，苦恼我们学佛。如果现在世尊没有露面，我们有任何佛法的疑问，就可以亲自的向世尊请问，对不对？纵然我们不能亲自到印度亲近世尊，听世尊的教导，但是现在手机非常方便啊，我们有问题打一通电话请问世尊，但是世尊已经露面了，我们没有办法有问题请问世尊，只好每天啊研读经典，从经典世尊的教化来纠正自己错误的知见，对不对啊？好，底下请看第46愿：随意闻法愿，是我等佛，佛中菩萨随其自愿，所意闻法，自然得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宝藏菩萨誓言：将来我成就佛道，我国土中的菩萨随着他的心念想要听闻佛法，自自然然就能听闻。如果不能如此者，我就不起正觉。这一愿就是法藏菩萨要令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闻法自在。因为法藏菩萨看到无量无边诸佛国土，有的国土众生虽然有心闻法，但是闻法呢不方便不自在，所以啊发了这一愿。以我们娑婆世界而言，现在虽然电子媒体极为发达，经书很多，从电视上要听闻佛法非常的方便，可是在台湾还是有很多人要听闻佛法没有因缘。其他世界各地啊更不用说，就以你们马来西亚而言，古晋这个城市佛法算是很兴盛，可是你能天天的听法师讲经说法吗？很难啊。你念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闻法随心所欲，你可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听到风吹行树说法，听到天夜明空说法，听到呢白鹤说法、孔雀说法、鹦鹉说法，人间的鸟类不会说法，一点也不殊胜。人间的鸟类，就算鹦鹉、九官、八哥会学人讲话，顶多讲一两句而已，人客来接好给力后，讲这个简单的话，或者啊讲你好 good morning 就讲这样简单的话而已不会说话。底下请看第47页：得不退转愿，一念闻摄我得佛，他望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智，不退转者，不取正觉。法藏菩萨誓言：将来我成就佛道，
他汪国土的诸菩萨众听闻到我的名字，如果没有很快得到不退转的菩萨阶位，我就不成佛道。法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看到无量诸佛国土，有了国土世界的菩萨修行菩萨道，没有办法很快的证悟啊，不退转菩萨阶位，所以啊，还有退道的可能。七地菩萨还有成空之难，你才知道修学佛法要证悟不退转地，实在很不容易。什么叫成空之难呢？修行到七地的菩萨，还会呢醉心于啊空性极尽快乐，不太愿意广度众生啊。所以心念不退啊，啊，必须证悟到八地菩萨。所以我们凡夫退转，实在非常的正常。为什么鼓励大家一心念佛？永不退转，因为退转了、你道业不能成就。今天念佛，明天就不念了，你往生因就消失了。阿罗汉辟支佛还会退道，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一直到七地菩萨，念头还会退。修行不会退，但度众生的念头还会退。你要知道要证悟不退转位没那么容易。法藏菩萨就是为了让十方的菩萨往生成就佛道，证悟三不退转，一直到成就佛道，或者在他方的菩萨修行啊，证悟了不退转地位。菩萨自显化他的菩萨心啊，要到念头不退啊，必须八地啊，可见实在非常不容易。从第四十七愿，我们要体会，我们一生念佛绝对不能退道心。我跟大家报告，我在佛门一二十年，看到不少人退道心啊，念佛三年五年不念了、改信外道了，念佛三年五年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改求生天堂了，改求生大梵天了。诸位，你如果不经常在三宝门中共修，你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自修，我跟你讲，你很快退失道心。为什么？我看太多了嘛。信不信你看看你周遭的人，自修人十个九个，久了放逸懈怠退道，出家人都反属了。我跟你讲，你在家人退道心那很正常。所以末法时代共修非常有必要，这是我的鼓励。因为我看了太多太多退道心的人，很恐怖啊。修行退道心，你想要成就那很难。最后一愿，第四十八愿的三法本愿，一愿文：设我等火他汪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记得至第一、第二、第三法忍，以诸佛法不能即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法藏菩萨发愿，将来我成佛，他汪国土的诸菩萨众听闻到我的名字，一心正念，如果没有快速证悟啊，因想忍、罗顺忍、无生法忍，以诸佛法不能即得不退转菩萨阶位，我就不取正解。法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看到诸佛国土，有了国土菩萨的修行，虽然广修六度万恨发菩提心修菩萨道，但是不是很快的证悟因想忍、罗顺忍、
无生法的，不能很快的证悟菩萨的三不退转阶位。所以法藏菩萨发真愿要成就十方菩萨，赶紧的证悟无生法的三不退转菩萨阶位，也希望十方的菩萨赶快成佛。真正的用意在这里，因为成佛可以广度众生。最后两愿，第四七愿、第四八愿，都是法藏菩萨希望十方菩萨修行赶紧证悟不退转位，就是在最后叮咛十方众生修行一定不能退转。法藏菩萨的用意在这里。四八愿我们已经讲了一个大概啊，我做一个总结。第一愿就是法藏菩萨要誓愿救度凡夫，因为国土没有三土，让凡夫安心念佛往生西方，不会堕入三毒。最后一愿啊，得三法忍，就是希望十方众生修行赶紧证入不退转地位，千万不能退失菩萨心，不能退失修行心。以我们念佛人而言，千万不能不要念佛，不能半途而废，一定也要念佛往生西方。如果在娑婆世间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很容易因为障眼考验就退失道心了。生意好得不得了，每个月赚了好几千万，还会想要修行吗？我跟你讲，每天去做生意的还会想要修行，就退了。逆境的考验就退了，顺境的考验就退了。为什么？因为太多凡夫修行退道心了。要证到八地大菩萨才念头不退啊，很不容易啊。希望大家体会阿弥陀四大愿的愿心，一生念佛永远不退，好不好？好，时间也到了。这次四大愿大义就向大家报到这里圆满结束。师父祝大家一生念佛永不退转，祝大家念佛成佛，广度众生。南无阿弥陀佛。本愿山弥陀讲堂地址：台中县潭子乡嘉丰路35号，电话04-2539-5833、2539-5834。感恩十方大德的发心护持，邮政划拨账号22211781，户名蔡立志，是信愿。欢迎各寺院道场礼请信愿法师前往弘法。